拒绝同事结婚邀请，用份子钱潇洒一整晚是种什么体验？下班了吗？在。还卖吗？有卖啊，那家是卖做鸡爪子。鸡爪子也有。来，四个鸡爪子。要两个虎皮的，两个不虎皮。两个哈。哎。花生米还有吗？花生米没有，今天没到家，这段时间放了假了。哦。哎，今天放了假，装上花生米，那烧菜得事儿。来点花生米。好。5块钱的。花生米啊。这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两个。一样钱，这原味，这是鸡蛋的。哦，你掐着来点吧，5块钱的。鸭头多少钱一个？给你5块吧，谢谢。嗯，要两个鸭头。这是五花肉是吗？对，我们这医院里只有用五花肉。嗯，多少钱一串？这两个是3块的。3块？对。嗯，要两个五花肉。这是微信。鸡肉串也烤两个吧。这个豆角烤两个。这个鱿鱼多少钱啊？6块，这种10块。这个10块啊，一根吗？一板啊？一板。哦，烤个这个10块的。好。嗯。多少钱一个？一板有血。哎。是还是粉。不到100块钱。小酒小菜，找个网吧，潇洒潇洒。请面向。在你这儿，潇洒潇洒。来看我们今天的小菜儿，快乐小菜，烤串儿。这烤串感觉还不错啊。花生米儿，这个是鸭头，这个鸡爪还挺便宜的啊，鸡爪也就3块钱一个啊，虎皮的加酱卤的。Beautiful， 我们自己再调一个微醺小酒。很多人问我啊，彭磊，你天天老婆不在身边，为啥老是喝这个酒啊？别问为啥，问就是喝的得劲儿。走一个，兄弟们，虎皮凤爪，这个凤爪3块钱一个，真是特别大，肉特别多。真不知道这种就是没有来往的前同事见面的时候为什么要邀请你。如果说我们是关系很好，或者说是现在的同事的话，那该去的我们肯定得去哈。就前同事关系一般，我现在都怀疑他是不是群发的。不过没关系哈，咱就直接把随份子的钱省下来，自己潇洒一回哈。别看我在单间上网哈，这个是我是这个网吧的新会员，19.9可以获得200块钱的网费。单间虽然贵，但是一打折，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啊。自己一个人在边吃边喝的，还不会打扰别人。最近，后期马上要搬宿舍了，等我搬了新宿舍，我就准备把我的
电脑桌布置布置哈，我们可以在宿舍里边放松放松，潇洒潇洒，就不用来网吧了，省点。嗯，把省的钱加到伙食上，加头。哎，太鱼，哎，看看吧，兄弟们，现在49个好友，一个在线的都没有啊，这就是中年男人的孤单。玩个什么呢？小炮，我说啥，我的这个百面英雄。哎，怎么不动呀？哎，怎么回事？神经病啊！快快快快，队友，等我。这鼠标怎么了？啊？派了我一个逃跑。无语了。可能老天爷都不想让我再玩这个游戏了。再见吧。